介绍一个天气冷了。如果说毛哥，你只是为了天气冷了不想抱红笼子那种，好找得很，好找得很那种。现在但是女朋友，我说实话，最近天气冷了找女朋友的比较多。其实我说实话啊，一般来说女朋友都是手脚冰凉的，找来你还要给她捂热和。我都把那个都买好了，我把我今天的那个都买好了。我前天去逛超市，我这个都买好了。我是脚上一个，我冬天都是被窝里面、肚子里面烤一个，脚上烤一个，要用两个，就是窝到被子里面，手上一个，脚上一个。冬天为啥子不好找？因为冬天找的人比较多呀。冬天那个也想找，那个也想找。哦，我奶奶还有个筷子，还有菜。那么这个背心看起来那么露骨啊，好好性感，好骚气哦，感觉那个。这个穿起都有点，但那个不是擦边啊。这个应该，等下去搞一下，突然一点联想都没得，没得动力了。其实，毛哥，你如果说能找到一个白噶，都有动力了。那种事应该是孤独久了，就像我现在有时候也觉得没得动力。但是每次当我出去逛一圈的时候，我又觉得还是有动力，出门就要花钱。像我那天出门买那样买那样。你要花钱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有动力了，然后我就想孤在农村上都那样子，就像你们说当个，哪怕是你一个人当个五保户嘛，也需要花钱呐、养老也需要花钱的嘛。你直接找个婆娘嘛，为啥子非要生娃儿嘛？挣钱就为了找个婆娘，是也不是那么说，挣钱只是说为了找了婆娘的时候，两个人的生活好过一点。哎，你刚娃子，你个人爬爬爬，刚老头，你有好远爬好远，你二十六个等级跟我朋友娃一毛钱的关系都没得啊！我不是说的话，都用我刚刚的话说。你刚老头可能哥哥卖到一百块钱，你起码转头要给另外一个主播刷九十九块钱，还留一块钱给自己当路费。一个人好是哪种哈？一个人是自由，没得人管，没得人束缚，是那种自由的好，就是不用吃。不用吵架、我现在觉得一个人好是哪种好嘛，就是没得以前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会吵架，对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买什么用什么都会考虑到两个人的以后，那种不好。好，然后一个人的话做什么都比较自由，是那种。
就是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好久吃饭就好久吃饭，想好久起来就好久起来。好，如果说有另一半，有一个家了就不一样了，你始终会想到起有另外一个人在监视你，你会按照对方的生活习惯去改变一点自己。你塑造个什么样的？不晓得。成熟稳重，人品好嘛，那是最基本的嘛。有机不能保住，你那个已经叫到处找角角了，你去找那种没结婚的嘛？你个活色物，你是个婆娘，你可能已经烂完了，活色物。还到处宣扬，为啥子男人他觉得自己找了情人很值得骄傲？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外面的男人吹牛逼？他觉得自己找了情人很骄傲，我那的也有婆娘，那的也有婆娘，他都觉得还到处宣传他好骄傲一样。未必你觉得很有本事啊？未必男人找婆娘觉得很有本事啊？活色物哪天不来直播间说话了，我们都晓得了，遭别个打了。哎呀，我说实话，活色物，你找的娇娇，说不定别个同事也找了好多个。哎呀，你活色物也莫高兴得太早，别个跟你找的同事，他能跟你找，也能跟别个找。你活色物最多才两个娇娇嘛，说不定你找了个婆娘，别个30个、5、6个。我想多了。你要晓得，人家明晓得你已婚，又跟你搅到一起，人家凭什么不能跟其他人搅嘛？哎，人家还要对你忠义不二，还要对你始终如一，你真的是在想些啥子哦？结了婚的女人是别人了，但是二毛哥。既然那个女人要出来跟他搅，就算活色物不去搅，其他男人去搅，他一样的要去，他一样的要去。哎呀，但是没得我们的事，人家开心的哈，人家老公都不介意，管我们屁事。我只是觉得现在人只有一辈子，有些她老公也要去找，老婆也该去找。真的，我觉得有些老公找了，她老婆凭啥子不能去找？凭啥子还要为他守忠嘛？还要为他始终如一嘛？凭啥子嘛？这。看我脸上好多口口哟。我是你爬爬爬和谁哦？可怜人不要去碰，会影响。这个我不晓得，以前可能行的是，现在不行的是。女的还是莫去，小孩还要做人，结婚。有些嘛，有些我说的，有些都是两个人商量好了的那种，你不管我，我不管你，有些是那种。但是他不是得乱搅，在外面听说过的嘛，
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另一半了。但是人家肯定不得让小孩晓得噻，肯定做得很保密噻。这种听有身边现实中那种人多得很，那种也能理解，那种也能理解。他们为了钱，有些他为了娃娃，两个人没有分开，就是表面上给娃娃一个完整的家。1米8可以不？那个身高再高有啥用嘛？还不是要人品，还要听你说话，都像活色不那种，一听都是。